车队开过龙井大街小巷，力拼最后6天冲刺。 同一时间，雾峰、沙鹿也有扫街车队，谢龙介和江启臣当分身扫街催票，最后关头蓝营展现团结气势。南投县长林明珍、立委许淑华也力挺严宽恒，批林静怡根本是大空降。那个林静怡啊，他号称是说我们鹿谷人啊，对我们南投县争取的什么建设都没有，同时。 又阻碍我们地方的发展。到了隔壁去选举的时候，自己村里面没有照顾好能够照顾好隔壁村的吗？许淑华说，林静怡是南投人，但担任不分区立委期间，却不见他对家乡做出贡献，反倒空降中二选区，急急忙忙千户籍。民进党请全党之力，激进党主席和陈柏惟都来助选，连总统蔡英文都亲自站台。激进党跟民进党，我们都全力以赴。难道蔡总统是他的赛程？ 不是我们的总统吗？不是台湾的人民的总统。中二立委补选，总统为特定候选人站台，让人不禁想问：这是在选立委，还是在选总统？记者连家庆、曾伟翔、王山、SNG 小组台中南投采访报道。